吃饭今天吃汉菜，还有肥肠。鸭爪子，还有一个蛋，香辣碎，吃南瓜要吃梅豆腐。非常这些都是用我们四川人会麻辣酱做的，
酸辣粉、晶莹剔透纯正红薯粉。姐妹们，哎，这个陈薯酸辣粉快手平台有活动啊，立减4块，之前是23.9发6桶，现在是19.9啊，只有快手平台有。我们大家平时不知道吃啥，开水泡10分钟，又简单又美味。